这只黑猩猩居然明目张胆地在萌宠乐园里抓小豚鼠，很快他就逮住了一只最萌的。趁着周围没人，猩猩急忙走到一旁，打开狗狗身上背包，悄悄把小豚鼠塞了进去。但猩猩并不着急离开，还嚣张地举着相机，打算记录这绑架现场的高光时刻。一声咔嚓过后，成功拍下萌鼠纯狗黑白配，这下猩猩终于满意了，直接把小豚鼠放回了地面。搞这半天，原来猩猩只是想拍张照，小萌鼠们瞬间没了脾气，赎金都准备好了，你给我整这出啊！告别了小豚鼠，两个小家伙又来到兔子乐园。猩猩左看看右瞅瞅，找了大半天却发现乐园里连根毛都没有，见不到兔子，猩猩死不瞑目，于是他开始四处查探，非找到这兔崽子不可。就在这时，猩猩突然察觉到石洞下有动静，他赶紧低头查看，果然是你个兔崽子。猩猩一着急，一头钻进石洞追赶兔子，不料这兔崽子跑得比兔子还快。猩猩急忙追出石洞，用力拖拽狗绳，示意狗狗赶紧追，但狗狗很有原则，坚决表示不是狗洞打死也不钻，这是做狗的底线。可猩猩哪懂那么多，发了狂似的继续死命拖拽，三两下的功夫就把狗狗拽了过来，由于用力过猛，自己也不慎摔倒在地，但这一摔刚刚好，因为猩猩发现那兔崽子正忙着干饭。猩猩不想惊动干饭兔，直接躺在地上就开始取景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成功拍下干饭兔。好的，换个地方继续浪。紧接着两个小家伙来到一个玻璃房前，猩猩好奇地往里一瞅，里边睡着一头白老虎。猩猩二话不说，咔嚓一声，咦，这拍的什么鬼？猩猩对自己的作品很不满意，于是他要求白虎起床摆个 pose， 但白虎根本不愿理会。作为森林之王，被一只猩猩和一条狗参观，这种奇耻大辱，谁他喵受得了？看白虎不配合，猩猩怒了，他龇牙咧嘴，催白虎起床，并不断拍打玻璃以示抗议。你这啥服务态度？不摆 pose， 洒家要退门票？猩猩这一闹，白虎瞬间暴怒，直接跳下床板，杀气腾腾地向猩猩冲来。猩猩当场吓尿，立马撒腿就跑，连狗狗都顾不上理会。但白虎还不解气，又给猩猩一个死亡凝视。猩猩实在怕怕，只得抱紧狗狗寻求安全感。可白虎依旧死盯着猩猩不放。猩猩只得脑袋着地恳求大王息怒。看白虎脸上杀气散去，猩猩才敢摁下快门。咦，为啥照片中的老虎脸上带着笑容？不过猩猩也不敢再好奇，带着狗狗便匆匆离去。被老虎这一吓，猩猩也学乖了，你看他给红鹤拍照就非常礼貌，还特地缩起一只脚向对方致敬，所以红鹤们非常配合，和和气气就让猩猩把照给拍了。还有这头河马也非常配合的张开了大口，猩猩都礼貌的把相机举过头顶了，不给拍一张也不太合适。一晃眼一天很快过去，两个小家伙也是时候回家了。但猩猩突然又发现了好玩的，原来他被一旁的小矮马吸引了。当他看到小朋友骑在马上拍照，才突然想起逛了一整天，差点忘了给自己也拍张照留念。于是猩猩取下相机递给工作人员，希望他帮自己拍得帅一点。工作人员递给猩猩一顶牛仔帽，猩猩一戴上，荷尔蒙瞬间就上头。他迈着雄壮的步伐走到矮马前，大脚丫子向上一抬，这上马姿势简直帅呆了，就连一旁的狗狗看了都羡慕不已。但工作人员却说还可以再帅一点。猩猩思索片刻，两脚一蹬，举起右手，然后眼神坚定地看向指尖，但是总感觉还缺点什么。于是猩猩大喝一声，来人呐，取我方天画戟来。